走到这步实在足可惜。我安怎讲，伊嘛是一个人才。对方已经起怀疑，注意安全。林彪，你害死柯威，跟我到这条卫生。你上好讲话先，较注意。只要讲唔着一句话，我绝对追根究底。珍妮，麻吉，伊丽莎集团决定全面接管华克集团的管理阶层。对他们是叫，前方赶快进场上。死命来威胁柯威，所以柯威根本就是和你活活逼死的。你来逼柯威，你有本事啊！柯导，女人的愿望，缘分小牵连，岁月青春，风雨梦飘零。青春，风雨梦。